早上七点左右接获民众报案，例行路与例行四路发现大量不明气体影响交通，经消防局出动人员前往救援现场，我们立即部署两条水线、六台排烟机进行排烟，现场疑似为氮气凝结产生水蒸气，并未造成危害，经处理，目前交通已恢复顺畅，目前存在持续处理中。